等一下要玩的时候，一定要安静哦，不能够
发出声音，或者是碰别人，或者是跑步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我们的音乐就会不能继续玩。我们先请一个小朋友来试试看，他是不是能够分出来行军跟做梦的地方。好，两个也可以，冠廷跟那个同志。好，预备哦。冠廷跟同志。好，你们到那个舒婷老师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镜头拍得比较好。好，预备哦，老师把一二三四五，好 ，play 了，注意哦，要注意，要准备开始。等一下，你们没有站起来怎么比呀、啊？你们要站起来，站起来听到音乐才可以开始行军，有行军跟做梦两种。好，一二三四五，不累，不累喽。Thank you.
们帮我找做梦的地方到底在哪里。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害我们不能继续前进，不能继续听哦。虫子有害到我们，然后家父有害到我们，家臣有害到我们，还运龙有害到我们哦。他阳光好，他还好，没有。老师的眼睛有一点变得大大的哦，我一直在看他们，害老师不能看你们，他们影响到我们了。再影响到大家，我可能会请你先到前面那边去趴下来，整理好了再进场哈。好，我们这一次要找的是什么地方？做梦啦！如果你是做梦，你就不用在那边行军，你可能可以去当海里面的鲸鱼，或者你可以去当天空的飞鸟，或者你可以在那边睡觉，或者你可以变成一只小鸟。我要睡觉。好，我要睡觉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要给小朋友开始演哦，因为老师还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很专心参加我们。等一下，我们要给很专心参加我们的人先来演做梦跟小的小视频哦。小鸡的，我们在等后面的人。鸡的，我。不要再玩了啦！我们因为恰恰的门没有打开，我们再等。毛毛，同志，老师有提醒过你，那个线这样子拉会越拉越少。到后来他本来可以用100天，因为你一直拉他，一直拉他，可能用5天就坏掉了。我们在等小小的叉叉，在等子萱。今天一直在等人哦，害我们都不能够起来演戏，也不能当小士兵哎。我也当小士兵。还在等毛毛，毛毛都不知道他已经。这样不能领音乐恰恰的票哦，黄一婷在等你哦。被老师叫到的，我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要来看。结束的时候，老师关了电影，我看看谁没有被叫到。他是最专心，他是能够玩更多游戏的，他是能够尊重别人，不会影响别人的，他加400分。他超棒，体验再一次被叫到哦。听到像做梦的地方，请你拍手。进入音乐恰恰哦，刚
刚才我们被关门了，防疫亭还在关门，把我们全班的门都关了，害我们不能玩。老师的门也被关起来，我不能讲话了。我可以继续说，因为你们安静了。老师说哦，等一下按 play 的时候，你可以变成你自己觉得那个地方是小士兵，你就变阿兵哥。如果你觉得你听一听，你觉得他是做梦，你就去看你做梦梦成什么，你就可以变什么。但是一定要安静哦，还有不能够去碰别人的身体。老师希望你们不要被暂停。如果啊你讲话，然后又去碰别人，然后在开玩笑，老师就会暂停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小士兵先起来，预备。小士兵预备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不累，不累。不累是老师讲的。不累，不累。Thank you.
观电影，然后我要来看看谁今天呢没有被老师叫到名字的，我要请他，请没有被叫到的人出来，我们要给他拍手，然后我们就要来跳我们的律动，我要先关了哦。律动。